中搜索大牌竣工，十几名消防队员穿救生衣下水，分散各处寻找失踪的老翁。他们努力寻找的。八旬老翁被暴雨生长的洪水冲走，已经失联第三天，迟迟找不到人，家属十分着急。隔壁阿金跟我讲说，我公公他跌到水沟里面去，就赶快去看一下。我请大家帮忙，好让我公公这个老人家赶快回家。田的边啊吼，有一条细条沟啊，水甜起来，因为田的去，啊，就是讲为着我要浸水去开这个做水闸门。本来咱讲。是开一笑尔，啊，用开到三笑来讲，水是毋加三杯出来啊？啊，怎叫冲去？消防出动空拍机、橡皮船艇、机车三方岸边搜索，没想到老翁一路从花坛乡竣沟被湍急洪流冲到和美镇羊水厝排水闸门，距离长达13公里。好，慢慢开哦。事发当天14号下午，彰化花坛突然下起滂沱大雨，老翁担心农作物被淹死，独自外出巡田，但天气恶劣，一时失足不慎跌落竣沟。接获民众及派出所转报，在鹿港镇及和美镇的交界的头变皮排水闸门的水门旁发现一名一个浮尸，那该浮尸在水门的下游处漂浮于水面上。这一找找了三天，遗体漂流13公里才寻获八旬老翁，人已经罹难，家属前往确认身份。三讯许淑伟、陈淼、谢云珍、彰化采访报道。